小朋友都很喜欢玩吹泡泡，但是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泡泡水呢，吹出来泡泡没两三下就破了，而且都小小一颗的。那但是您知道吗？其实现在在家里头也可以自己 DIY 来做出弹力、还有持久性跟延展性都一级棒的泡泡，而且成本不到10块钱。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，一定都玩过吹泡泡。那你有想过自己做的泡泡水可以大到把整个人都罩起来吗？泡泡想做多大就有多大，材料很简单，只要拿家里现成的洗发精或洗碗精，加上劳作用的胶水跟厨房必备的果糖，掺水搅拌就完成啦。比例是1:1:1:4，成本大约10块钱。专业版得加入硼砂，就是利用硼砂遇水会粘稠的道理，让泡泡多了一层保护膜。泡泡想做到跟弹力球一样硬也不是问题。跟硼砂作用的时候，那个保护膜，阳春的就是洗发精加一点沙拉油加一点果糖，想让泡泡端腰端腰又不会破，做之前记得先喷水，让环境保持潮湿。泡泡也要用拉的，避免吹出的热气影响泡泡成型。最重要的就是秉持失败为成功之母的精神，多试几次啦。不过想玩这个泡泡游戏，还是在浴室玩比较好，不然弄得黏贴贴，妈妈清理来也是很麻烦的。以上中天新闻记者陈武明、黄佩如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